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题。他说 A 等于 log 2 B 等于 log 3求12几次 ?2A 加 B 是怎么算？麻烦你不要客气，把 A 用起来，用 log 2带进来，把 B 用起来 log 3带进来，这样行不行？带进来时，来一件事情，麻烦你把这边合并好不好？怎么合并？哎，在 log 当中喜不喜欢前面有数字在？不喜欢，对吧？哈，麻烦你把这二往后跳，变 log 二的几次两次，加上 log 几三，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边二平方是几？四，所以说变成十倍多少 ？log 四加上 log 三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好，写到这边不要怀疑。两个 log 相加，我可以合并成一个 log 相乘，变 log 几十二，这样行不行？什么叫 log 十二？它没有写，其实代表底数是几十。当底数是十，和这个十一样，是可以怎样杀掉？所以答案直接写几十二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到这边麻烦你把这题整理一下。